一刀就秒了孙悟空。众所周知，王者里一刀暴击最高的英雄就是凯，在峡谷中也基本找不到能够彻底克制得住他的人。今天就教大家一套凯的一刀秒脆皮的全新出装无影万爆流，学会了一刀就能秒一个，打团的时候开启大招你就只管闭着眼按攻击键，不管是谁都不可能扛住你两刀的伤害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套出装打疯暴龙王的伤害一刀就10000暴击，只需要三刀就带走了这条满级龙王。再来看这个小卤蛋，一刀就直接暴击出10000伤害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只要你用上我这套无影万爆流出装，你也能轻松打出破万的伤害，让敌人通通都臣服于你的刀下，你就是峡谷的主宰。不是我要吹牛，就算对局给你遇到了国服玩家或是职业选手，也能轻松拿捏他们。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来看下铭文出装，怕记不住的就把视频收藏起来。铭文蓝色10个狩猎提供移速跟攻速的，绿色10个鹰眼增加物理伤害跟物理穿透，红色10个异变再次大幅度提高伤害，让你后期打坦克都如同切菜。再搭配上无影万爆流出装，那你的凯就是版本答案，快去试试吧。